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。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講天氣。昨晚開始就吹了一些比較大的偏東風，由於風勢比較大，今早各區的氣温都比較平均。6點鐘的時候，各區的氣温整體都是大約是22、23度。今早風勢比較大，大家出門口的時候可能都要穿件外套了。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，其實華南地區都有啲雲層係覆蓋住，不過雲層係相當薄、相當鬆散啦。咁相信晏少少咧會見翻啲陽光嘅喎。嗱，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咁嘅。我哋預計今日咧一早一晚都會比較多雲，不過日間咧整體都好陽光嘅。今日最高嘅氣温大約會有27度。嗱，風勢方面咧會係吹住一啲偏東風，不過要留意啦。朝頭早嘅時候，離岸風勢咧會係間中清勁。長遠少少，我哋預計嚟緊嘅兩三日啦，仍然都會吹住一啲偏東風嘅。咁由於呢股偏東氣流咧所帶嘅水氣都係比較多啊，咁所以我哋預計啊，聽日嘅時候咧會比較多雲啦。咁去到星期四、星期五嘅時候，天氣會比較暖，最高嘅氣温咧會有成28、29度嘅。嗱，不過亦都要留意啊，一早一晚有機會有一兩陣嘅微雨同埋薄霧嘅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